欢迎评审团主席陈建奇。认真生活，认真生活，用心做音乐。无论处境如何的困顿，永不放弃，做让自己骄傲的音乐，这样的声音一定会被听见。今年的评审团听见了某一个声音，第34届金曲奖评审团奖，我们听见了葛西瓦。谢谢，真的没有想到了。然后我想要谢谢我自己的儿子，叫梅西。然后因为他的出生，让我改变了很多坏习惯，还有去面对一些事情都，反正也谢谢我的老婆，谢谢评审团。给我这么大的信心，我也不知道说什么。真的能够得到这个奖，好像要继续做音乐啊！很多很厉害的音乐人我都在这里看到，然后我非常的满足，也看到我的偶像MC 阿东，不好意思。好，在这里我还是谢谢所有音乐人，辛苦你们了，也谢谢评审团给我这么大的努力，谢谢老板娘阿妹，谢谢。恭喜得奖者，也谢谢评审团主席。欢迎 James Fauntleroy 艾怡良。大家好，我是艾怡良。Hey, I'm James Fauntleroy. What's up?James, welcome to GMA ceremony. 今天我们要颁发的是制作人的项目。James, question for you. I know that you have produced many brilliant music. So over the course of your career, when you produce, which part do you care about the most? Is it feeling? Is it standard criteria? Or is it just your instinct?Really, it's the feeling. It's the really feeling. The feeling in any language, any kind of music. If you can feel it right and it gets your shoulders moving and maybe a little twerking, whatever you got in your body, then that's how you know you have a great song. I see. 所以啊，我今天就先不做翻译，因为我们之后播出的时候会有字幕。然后，干嘛？听起来很不诚恳，是不是？你们都听得懂。那么想再问 James 一个问题。James, another question for you. What's up? What you got? Hi. So during the time you stay here, do you have anything that actually impressed you when you stay in Taipei? Well, there's a bunch of things. I really thought about this too. There's a bunch of things that I really love. I love the warm rain. I love the shopping. But the number one thing that's impressed me
is the swag level. Like, oh my God, these are some of the flyest. Yes, please give yourselves a hand. These are some of the flyest people I've ever seen. Fly, everybody fly. Nana is fly. Everybody is fly tonight.You're so, so, so welcome. 那接下来还是由我们的重头戏，我们要来颁发一个奖项，是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那在这之前呢，想先请大家看看一下入围的有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陈君豪，游牧。陈建伟，变身。嘟嘟，周以敦 ，Telephone。韩立康，影子 ，Shadow，Feature 9M88。周汤豪 ，G Chan，BD 卡里海。林强、直修、钟伟宇、时尚 ，Joanna Wang、Adam Lee、Tina's House。James, I'm gonna announce. All right, let's see. 好的，由我来揭晓第34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得奖的是 ，Woohoo！哇呼！得奖的是陈建奇吧？这个字是？救我！陈建伟。把烦躁跟难处理的情绪成功融入一首作品。完整呈现歌曲传达的原始意象。没关系 ，It's okay, it's okay。对不起。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Wow. 三连建奇老师要上来拿奖。哎，我真的没有想到可以拿到这个奖，因为一起入围的这些音乐圈的有才华的前辈们。我都偷偷的在私底下就学你们的作品，真的没有想到，我刚入行的时候最想当的工作是歌手，因为可以集众人的目光，然后又可以承载很多有才华的人的这个艺术在身上。但入行之后，我想要做的是制作人，除了可以操控这个歌手之外，还不止集所有的艺术于一身，甚至集所有的话术于一身。对，你说对不对，君豪？不好意思，我想更正一个消息。是。不好意思，在场的各位老师们，我刚才太紧张了。我念的是陈建奇，没错。那但是这是评审长的签名，所以得奖的是。Sorry。Okay. 我来公布好了，我来公布好不好？你来公布。公布等一下，我现在已经没有脸。没关系，没关系。我没有脸看着他们。没关系，我。但是我就算不看你们，我还是要把这个名单讲出来。得奖的是嘟嘟周以敦。嘟嘟周以敦。把烦躁跟难处理的情绪成功融入一首作品，完整呈现歌曲传达的原始意象。那个，我今天变颁奖人了，谢谢大家。
我有一，哎 ，Hello， 我有一种赚到刚刚那些掌声的感觉，好像感觉是在为我们叫，但建伟哥，谢谢你。好，时间宝贵，我想要先感谢两位我的音乐伙伴，尤其我想要感谢嘟嘟，我跟他一起做音乐做了十几年，然后我觉得能够跟他一起站在这个舞台上，得到这份肯定对我来说意义非凡。那我也想也感谢经纪人玉曲，还有老板兼伙伴宝刚，然后也感谢每一位愿意信任我将宝贵的作品交付到我手上完成的所有音乐人们。最后我要谢谢我太太，也要谢谢我的家人，我哥、我爸、我妈，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包容还有支持，我爱你们，谢谢。我上个礼拜才跟伙伴们还有以敦聊到说，做音乐到底有没有工业标准，然后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模样，那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如果你都要跟着换一次标准的话，那我觉得艺术家或许就没那么特别。所以我觉得在音乐这条路上，我觉得我越活越像班杰明，就这张专辑最大的挑战不是在曲风，不是在制作层面，那这首歌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用最简单的配器，然后我自己是吉他手，但是我自己用了什么音箱什么 pedal 我全部都不知道，我只想要做出我心中那个声音。我觉得这首歌拿到这个奖是意义非凡的，因为这首歌的制作真的非常简单，然后我基本上都是在 家里完成它的，所以这让我感觉到很骄傲，然后谢谢我身边的伙伴，然后谢谢 Jade， 这首歌希望大家有空回去可以听一下，希望你们都可以喜欢，谢谢。我们是 Jade。我尽量不说话。So James, it's your time now. All right, well, next, the best album producer, and the nominees are... 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徐佳莹、陈君豪给。陈建奇，明世。GEM 邓紫棋，宫格，启示录。柯志豪，边缘转生术 ，Polygaza。海大富 ，Lucy。吴青峰、陈君豪，《马拉美的星期二》。And the winner is me. No, no. 这下我知道了。And the winner is 柯志豪，《边缘转身术》。把奇幻融入台流，巧妙平衡音乐疯狂和理智的边缘，将歌者带往更好的方向，为制作生涯的进化版。老板，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那啊，首先要感谢那个评审团，这么多评审对我们的厚爱那样子。那我要感谢我公司的工作伙伴，然后是志明、猫、小黑，然后蔡香，还有钱佩那样子。那也非常感谢
同根生乐团，这座奖是这座奖是你们送给我的，谢谢你们相信我，然后让我跟你们一起玩，很感谢。那刚刚建奇有说，我们音乐工作都会碰到说的那个句号跟逗号，但我希望我的工作可以提供惊叹号跟问号给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恭喜得奖者，也谢谢颁奖人。年轻人不怕菜，就怕不吃菜。波蜜果菜汁，邀你共赏金曲。